痛苦中洗礼心智，醒觉吧，劝姬。凡事皆有定期，请允许我为您定罪。迷途的旅人啊，我来为你断绝万念。看吧，您未来的图景，我将在此全数实现。谛听你结局的余音，于此消逝。沉静吧，祈祷为时已晚。存于他们身上的光景，都将由我看护至终。于痛苦中洗礼心智，醒觉吧，劝姬。就到此，看吧，您未来的图景，我将在此全数实现。是我的身躯太过羸弱，还是太久没有亲身出行了呢？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有机会与各位切磋了，只有这群宵小吗？好说好说。感受剑心之道吧。你听说过吗？天穹是没有白天。哎，为什么？毕竟那里是为数不多不用担心崩坏兽突然出现的地方呀。哦，是因为那里是人类抵御崩坏的避难所吧？可是笨呀你，
尽情玩耍一整夜，一觉醒来又是黄昏，当然就没有白天啦。真羡慕你啊，能有机会去天穹市出差，听说那边的夜景特别棒呢。什么呀，我只是去南郊边界的城区，离天穹市区还远着呢。哎，都差不多嘛。哦，对了，苏珊娜，想接见你，记得多拍几张照片，留个纪念。我只是想拍一张照片而已，真的。只是人太多，地板又太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把饮料洒在你身上的。他们都跑远了，不会伤及无辜。我只能想到这样的笨办法。如果是幽兰戴尔大人或者是丽塔大人的话，一定会更帅气地解决问题吧。说起来，自从成为女武神后，我好像几乎没有像样的战斗过，一直都是躲在大家身后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还添一堆麻烦。啊，不对，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。如果直接被打晕了，是不是就不疼了？探す必要はないよ。ここにいるから。その図体で女の子をいじめて何が楽しいの？それより
私と手合わせしてみない？